这环环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奋斗，现在它终于废了。这两个板子是我们之前悟空已经跑断了，在使用了大概6个月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又换了2块新的板子，然后现在呢又跑断了。等等等等，这里已经断掉了，然后我就先放在这里了，作为一个摆设。然后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使用心得吧。这个板子的评测，这个环环的评测，就是因为它这个环环是大概这么长的一个板子，有大概8块10块吧拼成的这么一个环环，所以它每一块板子中间呢都会有这样的衔接处。但如果对于比较体格比较小的、活动量比较小的猫猫呢，还挺适合的。但是对于豹猫来说呢，这个板子有点不精造了。像豹猫它那个运动能力比较强，然后爆发力比较强，然后体格呢也比较大，这个环环就不精造。像这种问题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板与板的中间的这个衔接处，然后被跑断了。像这里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断，然后这个大的还好，但是这里一断的话，这个大的就只靠这两个大的来支撑，那断也是早晚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对，我们今天要跟这个板子说再见了。因为我们噔噔噔噔，我们通过我们长时间的积攒，我们又买了一个新的环环给这只现在正在皮的猫。这个应该挺耐造的，因为呢我们一会儿开箱再给大家讲解吧。那现在就开始开箱这个新的环环吧。好嘞。哇哦，哇哦，它不用拼装已经是一体的了，已经是成品了。上面你就打开，哦，哇，哇嘿，哇，我得往后退。这上面写的啥？来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它这个板子，这个环的板子，一体的，结构是一体的，只有这个边框能看出它是缝合的，不过还是能看出它是由这种木板一体打造的。这种木板叫什么？复合板。对，这种复合板听起来很结实。结实，希望这个寿命能长一些。应该寿命能长一点。喜欢吗，悟空？悟空，哎呀，这是啥呀？一会儿看看吧。好的。哦，这个是卡在这上面，它就不转了。OK。你不想让它玩的时候，你把它卡住。好的。可以，很人性化。好嘞。悟空，从此以后你的娱乐时间没空了。哦。怎么样？没有很重是吧？对。嗯，先把这个纸要先拆掉。对。好弄吗？好。 OK。 这里面是一种像滑板的滑轮。 OK。 滑起来挺轻盈的感觉。我也摸一下。感觉质量还蛮好的呀。这个轮子感觉很结实。哇，这个有点重。这个有点重是吗？大把手。你就这样勾起来。对，这样抬起来。好，这样。等一下。好嘞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放上去。是的。声音很小。这边还有一袋送的这个猫薄荷。对，我们就不需要了。是的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先收拾一下，然后一会儿把这个环环移动到它应该在的位置。那先这样，看一看悟空，拍一个悟空宝宝吧。可以上了，悟空。环环，是不是悟空？只是路过吗？你不喜欢它吗？你不是已经等了很久了吗？这声音听起来蛮有质感的。对，确实是木头的那种声音，不是塑料的那种声音，感觉这里面是什么？价格也在那放着。也是，哎呦，这个感觉，这边的面料也不错呀。感觉像猫抓板的那种。是的，感觉我都想上去了。要不要玩一玩？你看，跑起来了。哎呀呀呀！他好像更感兴趣那个纸壳是吗？悟空，把这纸壳给他撤走。来，悟空，怎么样，悟空？这个怎么样，用户体验？小家伙，耶耶耶
可不，想了好几个月呢，悟空宝宝。什么也来闻闻。悟空，高兴不啊？小家伙，他挺喜欢的呀。哎呦，蹭呢，在蹭。对对对。现在我们再拆这个旧的环环，没有，把这个板子要一片一片拆下来。当时装的时候有多不容易，拆的时候就多不容易。悟空还在研究他的新环环呢，在适应习惯中。二月和水墨还是不怎么关心。悟空说：“这个妹妹有点不一样，啊、这个环环有点不一样。”不，巫婆是。这已经断了呀！就我还没拧这个拆了，它已经断了。是的，拆下来也蛮费时间的，组装的时候也费了挺大劲儿的。哈哈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来。一二三，不错，这还不错。So easy， 来吧，小心。默默的在走环环，悟空。对，这个几乎没有声音，也很低沉。然后从声音上来听的话，感觉这个环环特别稳，特别抗造，自带降噪这个。二月怎么把这当猫抓板了呀？悟空上去了。这是啥呀？对，悟空也很高兴。旁观者，脚步的声音，好帅呀，好帅呀，悟空宝宝，你好玩是吗？小家伙，在找我。